台南有一间乡民经营的餐厅，你只要花399元就可以吃到鸳鸯火锅，吃到饱，各种肉片、新鲜海鲜，不马虎的甜点。一个人的用餐也不会收边缘人惩罚费。你看完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台南这里了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家餐厅是 XN 养生麻辣锅。自从我们上次去吃想麻想辣之后，就有台南在地观众跟我分享了这家火锅店呢。他说他这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199的吃到饱吧，就算他现在可能要400、500，但是他还是说在台南这家还是非常的划算呢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吃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 Go！ 介绍一下，我们价位是一个人早上的话到三点半是399加一乘439，那你汤头可以再选两种，一个人也可以选两个。对对对，麻辣跟酸菜好了。那你麻辣要大中小辣呢？请给我中辣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就座了。我刚好先去看一下它的环境呢，它的海鲜肉该有的都有了。不过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拿完第一回合食材回来了啦，而且啊，它这边的海鲜竟然有一大部分全都是台南在地的海鲜，萨马鱼、皮皮、鹅啊，还有白虾。说真的，你看到它你就夹就对了，这边台南呢。那我们现在喝喝看这个麻辣锅了，只不过我们今天刚刚点的中辣，是因为我们上次吃那个火锅店的时候，它的大辣真的是让我吓到了。你们
台南人对于辣度的定义都是这么的有诚意吗？哎呦，虽然说它可能也是以我们最常见的料理方式做出来一汤，可是啊，它起码有额外去增添其他丰富味道上去啊。我觉得喝起来是有一种香甜香甜的味道。好，接下来来到酸白菜锅的部分了呢。哦，它这个酸白菜的酸还有香是有诚意的呢，感觉它等等非常适合涮猪肉的东西一样。哦，我们趁空档先吃一下这个卤大肠啊。软嫩的大肠，还有它肠内的脂肪咀嚼的时候，飘出了淡淡的药膳香，还有脂肪香。嗯，很香耶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些煮好的料先放在旁边放凉吧。这个肉片我们两边都算算看呢。虽然说这个牛肉片肉质我觉得是还算 OK 的，可是它整体煮完这个汤啊，竟然没有什么味道哎。来吧，五花牛。我是觉得这五花牛吃起来它有脂肪的香气啊，它让我们这个口感比较没有那么单调了。而且这酸白菜锅跟这一个五花肉配起来，它的味道非常棒哎，又酸又油，就是要这个香味啊。肠肚类啊，虽然今天我们将它煮的 QQ 脆脆的，可是我是觉得说它还是需要一些蘸酱的调味啊。我们去拿蘸酱吧。我是觉得说啦，有酱可沾，只需沾啊。还有这边有这种章鱼块耶，
我安尼食，袂爽去食面。它不会像上次我们吃活虾那一次啊，吃起来就是哦，又滑又 Q 的，完全不会再跟你客气这个新鲜度了。不过今天这样其实也 OK 了啦。你看各位啊，我们在台南产地吃到这个鱼皮就是新鲜的，而且它这边也有萨马希丸呢。哦，这个跟我们在台南那些吃鱼粥店的鱼丸的味道一模一样耶。还有这个是，虽然说这个鱼吃起来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它的鱼肉里面有很多粗骨，吃的时候要小心呐。萨马鱼，还有说像是这个多利鱼啊，应该是鲶鱼肉的部分呢、啊。最后我们把它煮到现在才捞起来，它依然还是都是只有自己的味道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轮的食材都已经吃完了，我们等等再去拿一些什么东西来吃好了啦。OK 啊，各位，那这一轮呢、啊，我跟他要了剩下我们还没有吃到的肉片呢、啊。只不过说我们刚那个咖啡机，我虽然跟他按了拿铁，但是他这一杯里面感觉他只有给我浓缩咖啡啊。OK 啊，那这个酸白菜空间全部都留给海鲜去了。接下来是梅花猪的部分呢。奇怪，它这个猪肉片怎么吃起来有一种欠缺感动的滋味啊？有点干柴干柴的。希望这个蘸酱可以救一下他。
那我们这些海鲜先把它放在旁边放凉吧。我还蛮期待这个酸白菜锅煮这个五花肉，等等会有什么表现呢？总感觉这个五花肉跟我想象中的好像有那么一点出入。那我们终于来到鸡肉片的部分了。虽然说这鸡肉片我们在下锅之前呢，它的肉全部都碎掉了，只不过它的口感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不管我们吃到哪里啊，鸭肉片它终究就是鸭肉片。好，我们总共吃了34颗蛤蜊了，还有他现场也有这种圆块鸡肉啦，感觉这个鸡肉部分是比较没有脂肪的含量啦，所以吃起来就是还蛮健康的。再一次这个大肠的部分呢，哦，就是要这种咬下去软嫩，但又会散发出猪油香味的肠子啊。吃完这种重口味的东西，再喝一口乌梅冰沙。好舒服哦，不过 OK 啦，我们等等再去拿一些东西来吃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这回合哈，我想说我们吃个葱花蛤蜊锅之后，我们就会去吃它现场的甜点了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58个蛤蜊了，真的是好舒服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去吃点甜点吧。好，各位啊，这回合哦，我拿这边的豆花。我们来到台南就是吃个豆花，合情合理吧。只不过刚刚在打糖水的时候，它这边标很甜。平常我们看到这种标示都是说怕你拿太多会浪费，可是今天来到这边，我相信这个应该真的会很甜。哎，真的，我们打一点点就很够了。非常的够了。但是说我们在前面大鱼大肉完之后啊，吃到这个豆花，我觉得有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啊。我们刚刚吃完豆花之后吃这个蛋糕啊，已经是完全没有甜味的感觉了。我是觉得他今天这个蛋糕的品质啊，它不会像有的火锅店蛋糕都冰到都干掉了，而反而说它的口感，我觉得是稍微湿润刚刚好的状况啊。哦，这感觉是非常家常的抹茶布丁呢。那最后我还有调了一杯豆浆红茶了。嗯，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吃完今天所有的餐点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结账，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吃 XM 麻辣锅的想法吧。 XM 我在结账的时候还知道，他说如果你有 PTT 的账号，那你今天就可以折免这个服务费。所以我们今天吃一餐平日午餐只要399元。对对，香米拉蒂永秋优惠收无味的哦。对，香米拉蒂是来我看你哦。这个非常的 PTT 耶。我们今天399来这边，你有各种新鲜的海鲜，丰富的肉片，而且点心也不马虎，甚至他也不跟你收边缘人惩罚费。你觉得这有什么好闲的吗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